我好像在一个保温杯里，你们谁渴了可以喝我，然后你问我那脱下来怎么办？那你脱下来以后怎么办？脱下来我就当场喝。化身旋转小陀螺，遇见了沈梦辰，巴黎看秀艺人团，帅哥美女真养眼。秀场在马场，爱的魔力转圈圈。论模特的专业素养，看完秀拍一些美照子。